有这四个表现的女人都是优秀的女人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一个女人才能算得上优秀，而我的回答很简单，就算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的女人就是优秀的。无论是感情里还是生活里，有的人可以过得很充实阳光，而有的人却整天愁眉苦脸。有的女人只会等幸福，而有的女人懂得追求幸福，懂得爱自己以追求幸福，女人往往都是优秀的。一，对生活明白自己想要什么。相信自己不比任何人差，但也要承认差距，学会认错并不断进步。每个女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赞美，但优秀的女人不会被纷乱的世界和繁杂的人际关系扰乱了心智，她们能看清自己内心想要，明白淡定才是女人最美的反击。二，对爱情会爱人也会爱自己。虽说深爱使人卑微，但卑微的女人没有爱情，因为男人不会珍惜这样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也不会过得开心。所以优秀的女人即使面对感情也能够好好的爱自己，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不会把某个人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，她会珍惜身边的人，但同样也会好好的爱自己。爱情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个体摇着小舟彼此接近的过程，不是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上了另一个人的贼船的过程。记住，一舟只负一人重。三，对圈子有自己的朋友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，没有圈子，那么时间久了，他的整个世界都会没有光彩。即使他拥有爱情，爱也无法撑起他整个世界。所以活得越优秀的女人越懂得生活，她会有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圈子，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，让欢声笑语把生活变得更美好。四，对自己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。只有自己有能力之后，才能想买什么买得起，想去哪里就能去，而不是只想着把自己托付于他人，把自己束缚在他人身上。这样的生活是很多女人都羡慕的，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为数不多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么你就是一个特别的女人，一个让男人都刮目相看的女人。